灯牌就帮我呐喊了，对不对？听说这位百万王子非常厉害哦，得到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，而且还演出《孟婆客栈》的什么？后边朋友你敢听我头前在讲啥无？有在看讲，来宾不客栈也手坐好不好？哦，后边拢无看吼，安尼拜一到拜五吼，暗时6点半到7点面试，哦，还有礼拜天晚上8点哦到10点，这个公西单一台、公视台语台也有这个孟婆客栈，你得再跨点许富凯的演出了。而且12月4号他要干嘛？尖叫声！热情掌声来欢迎我们台湾经典歌王许富凯。掌声给阿婆，耶！带来这一首歌《你就会》，今仔天就看你啊，爱到你就会，谢谢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冻乎我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脚衫？今夜的提醒，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慕的心声，如果是3更半夜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，笑阮这呢痴。
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感谢你们陪我到最后。今天风真的有点大，也有点冷，但是呢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多喝热开水，不要太热啦，温的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风微微的吹，我无准备呢，那你给我一张签上给你听啊。帮你飞，帮风吹，帮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帮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地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我啦，我准备去唱对啦，但清唱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接着呢，我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自己的创作，在疫情那三个月所写的这一首歌，叫做《无声》。因为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呢，在人生当中，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身边，也有可能已经离开了。那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无声是一种思念，思念嘛是一种无声，所以对我来讲呢，能有这一些朋友或者是长辈的陪伴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接下来带来继续光顾这首《魔乡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